是找不到不谢的玫瑰花，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王子啊？我并不期盼他会有玻璃鞋和白马，我惊讶的是情话居然会变成谎话，为什么幸福的青鸟要飞得那么高，为什么苹果和拥抱都可能是毒药，我从没想过有了他还孤单的可怕，我突然想起从前陪我那个洋娃娃，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，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为什么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？